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，今天又来跟大家赏赏花。我这一盆石斛兰开出的花真的是太美了，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它的美。现在就让大家来欣赏一下这美丽的石斛兰吧。这个石斛兰开花的时候有五个花瓣，三个花瓣朝上，两个花瓣朝下。这些长长尖尖的花瓣有1寸半到2寸的长度，花心是带有玫瑰红颜色的斑点，在边边上面还带皱皱的形状。这些花一开始开的时候呢，是带黄绿色的颜色。到了它开了一阵子的时候呢，这个颜色就开始慢慢的变黄。这些花是早几个星期，开的，现在已经慢慢的变黄色。然后这边还有2个花蕾。我买这盆石斛兰的时候，它是种在树皮混合植料里面。这个就是它的名字。这盆石斛兰我买的时候它是带花苞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花，所以当它开出这么漂亮的花的时候，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，真的想不出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它的美。这盆石斛兰我买回来之后就放在室外，大概是10天左右浇一次水。最近是因为天气太冷了，就把它拿到室内去，印象中没有给它施过肥。这盆石斛兰我好像没有闻到它有香味。可能是我家里有几盆石斛兰正在开花，它们那些花是比较香的，所以我没有感觉到这个花有香味。不知道这种石斛兰的花期有多长。现在大家看到的，在上面的那一束花开了有差不多1个多月，最开始开花的那2朵花已经开始慢慢的变黄色。下面的这一束花是早几天才开的，颜色还是淡淡的绿黄色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